First, this design. This design. 这个花型。就。OK。OK， 这顶这个是吧？哎，这个成本。然后你开机开一下。开一下。看一下。Okay. Second, this design. This design. Okay, say 1, 2, 3, and this bigger one. Bigger one. First, we need adjust this one to make this one, and this is 3. We 第二个花型。Yeah. 等一下，就是这个还要调个一上。调成一了。调成一了，我调是 B， 不是，已经成一了。啊已经成一了，已经是一了，这个上面都不错的。啊。这个要去了，要红，要绿色的闪烁。不是，对，不是，对，要这样。This is OK， 然后继续开一下。那就这个，三个小的，来一个大的，看怎么样？哦，你死了！等一下，关吧。好。然后第三个。Now for this kind of design, this kind of design, 你再调哪一个？这个，就这个。这个第一步把这个关掉去了，变成红色。等一下，你再调，重新弄一遍。这个本来是这样的吧？嗯嗯、第一步把这个关掉，好，然后呢，这个改成零，这个改成一个一，或者随便起这个是就 OK。好 ，OK。然后这里的一要改。这个不要改，这个不，你关掉了。这个按着按一下。哎，这个，哎 ，OK， 好。开一下。来看。开。看这个刀子，快刀子啊！行吗？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公子座。公子座，嗯，这个是两个正则，两个，一个两个，一个两个。1, 2, 1, 2。哎，好 ，1, 2, 1, 2。嗯，好吧，改成这个地方改成零，二，OK。这个不要动，一直按，没事，你就我就怕他，但是他在后面，是按了，哎，对，可以，好，开始，这个两个，看那个错了多少。好，这是这个。这个 This one need a change knife， 换刀。激发换刀。这个改成零，第一个。重新弄一遍。零。等一下啊，零开。改零，来试试成零。这一个随便一也行，二也行，就 OK。你这个就 OK 了，然后按一下这个。按下哪个？这个。啊。然后你这个。
啊，可以可以，再看，对吧？他这个刀是，他是翘往上翘的，给大家翘起来的，就是反着，他就这个方向。好，那这里头的位置放一下，他一直是在那个抛档里面的。